套身体是特别珍贵，因为我们当时是整套的保存下来的。因为1936年的时候，购置的，当时的非常准确，就是某某团某某购置的东西，史料非常的史实，非常的严谨。然后当时就因为在6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乱把它统一归类。后来那个剧场在出台过中，崔教授这个地方就解散，解散后呢，就整个所有的东西都打包装起来，就是放着。所以呢，就没有说也要进行内在，就是内在的保掉或者是封掉，所以呢就非常完整的保存了下来。那现在的这些呢，是现在的非常好的历史模仿当时江家的作品，那也是非常有意思。但是这个关会给他稍微啊，就开这个门，哎，这个叫开宗门迎接，这个是什么？穿心囊。那这组的导览方案是三 D 啊，就是相关的宣传作品，然后他们模仿，基本现在模仿不叫模仿，我们传承下他的雕刻方法跟技艺呢，基本上是非常完整的。嗯，对，非常完整的他的技艺。所以有没有看到我们每一个，这是现在的全国的工艺师雕刻，你看看这个。那个菩萨，佛祖菩萨，那个眼神，那个神态，非常的安详，非常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70年代开放的这种，然后虽然它没有那么精致，那时候主要以建筑为主，但是呢，它也是还是完全是手工的呀，保持着那种传统的这个。那漳州跟北斗的雕刻呢，就有一些区别，这样子就可以看到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江家的客户，先生江家的当时的那个原件，就是他的。而且呢，他这个整个就是当时那个剧场叫做评剧社，当时的1936年的时候表演的，甚至里面演员给他写的东西，对这个角色的分类。所以呢，我知道这个角色，就我们闽南人在看上面，他叫文天，家里长。我有这个江家的木头啊，有一个这个不是，它有一个很完整的像完整的一个文物的资料的那个，所以我们这次呢，就是从我们厦门专门拿了两个这个文物来，大家特别来看看这个，可能老师哈、你来说啊，换了一把，这个就是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。他因为当时演闽代的时候，大家会比较讲究锅去拿那个口袋靠底哦，所以他整个保存非常好，不管你查，小月牙，对，文化是真话说的，真话说的，然后那个他的整个的神态呀、都是非常的传神，甚至在这边还挂一条小链，所以当时这一套是太关键，然后往下走，越来越走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呢，就是现代的这些工艺，会给我创作的。它的，你看看这个每个人吧，都会做。对，它这个关在这边。对，它这个关。它其实就是我们正常以前木偶，我们很多木偶它都是会做，它是靠手去弄。我们在今天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它应用的是很多，它不单单有木偶雕刻区。还有我们做那个器件的区域，全部都有在这里。对，还有我们对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传统，就是很传统的摸，这个是以我们漳州的款，就是以京剧款。泉州的款它是比较那种我们本地的，很多模仿明清时代。那漳州的款它是模仿京剧的。所以它的偶头啊，它的服装啊，道具啊，都是比较的模仿，我们叫做评剧，当时的评剧。
那这个呢，头盔呢，它是七线的工艺，也就应用了七线雕。哎，七段安尼一条一条咧梭啊一条，安尼然后加加啊去粘粘安尼慢慢慢慢，然后把那个金弄上去。所以它帽子是应用了这些七线的七线的工艺。那整个角色呢？对对对对对，他的服装整个也是那种传统的孔明真言，就是上面是八卦的，前三年坤六分，好，孔明他的袖子上面的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可以用我先耍下脸，脸色对老师的脸，老师你天生丽质啊，脸色对对对，哎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就是现在在演出用的，因为随着那个我们整个那个发展，就是哎，问候那个大陆那边的木偶就开始发展成大型的综合性的演出，在几问这拜带来的还是传统剧的演出，没有那种像宁金工艺，其实我们也有很大的那种，哎，我们也有很大的那种我们叫做现实题材，我们甚至连写实的徐元丽那这种的现代的现在都有演，所以它有写实的，也有一些那个叫做我们叫做抽象的很多的，还有很多夸张的啦，创意的，还有儿童剧的改良版的都有，但是我们这次带来的主要是传统剧的，这个就是现在在表演的，有没有稍微大一点，因为人比以前那种传统的更大一点，那就夸张一点，演会夸张一点，那就演出大家能看得到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演出的话一般观众在300-500人，所以哈，你会看到，哎，对，所以那边呢，看到全部都是手工精绣的、刺绣的，这边呢就是开始是机器刺绣的，因为他演出呢经常，你经雄艳，经派，但是呢，他的那个整个都是比较大。那那边呢是当做木偶剧团的那个在70年代的木偶，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演出的木偶，有没有看到？他也，哎，他是比较变形的。没有，今天他是在那边没拿来了。哦、这个是孙悟空上天去的。不是，这都不是孙悟空还没有放上去，因为他那个架子没有。这个是整个他们剧团的一些演出的，所以你们看到他的那个粉彩图稿换了，他开始用一些，他不会反光，他就从灯光的照射啊，立啊，但传统的他反光拍起来，其实传统的记忆什么非常细腻，现在传统的呢，慢慢的就成为收藏品跟艺术品。那我们演出的亮反光的话，拍广，那个气呀，就是说那个表情，对，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在演出，我们可能不像传统剧情大很多，我们就特别有很多感情的戏，就是开始像那种画笔我们都演，哎，像那个水戏，对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很细腻的表情的动作啊，人物内心的要去表现的东西，所以亮反光啊，同样一个角色啊，他就。没有，所以就开始就很多那种没有反光的，然后舞台很大的，对舞台，所以就更易于舞台剧的表演，是这样的。谢谢都不一样，而且你看到，其实我们现在做实验那个大型室内，不像传统的固定这些角色，像这个角色，它是专门我觉得抽烟泡婚呢，专门做的一个，然后它还有这个呢，还有另外一些变脸，看这个的时候。然后一拉就变成一个色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它专门叫武打，另外一个是，所以呢，在一场大戏里面，这一点会制造一个那种表情是不一样的，专业的，表现对，所以看到表现它有很多那个新人，特别是刚才的，就内心的，他如果没有变成他表情不一样。不好意思你们后面过去拿的那些纸张都是我的，如果他们在，你可以你上去来考呀。哎，加空。没有需要坐公车的吗？然后最近的，最近的，